大家好，我是李木莲。今天这个视频的题目呢，就是为期中考试制作视频。我们的老师就是我们漂亮的老师殿相老师，让我们做这个视频。然后今天的题目就是二级电车目前的销售情况。在这个视频中，我将担任二级公司的销售部经理。我想通过这个视频与大家分享。那好，我们开始吧。大家好，我是二级公司的销售部经理李木莲。二级公司是一家总部位于韩国首尔的跨国企业集团，主要经营范围包括电子与通信技术、家电和化学三大领域。旗下拥有81家集团企业、130家海外当地法人，有213000多名员工。二级集团由果因为于1947年1月5日创立，最初的名称是粤西化学工业室。1995年一月，二级集团正式采用目前 LG 这个名称，是领导世界产业发展的国际型企业集团。LG 集团在171个国家与地区建立了300多家海外办事机构。接下之公司由 LG 电子、LG Display、LG 化学、LG 生活健康等。LG 官运 4K 电视，LG 六种智能手洗洗衣机，想法不同，选择相同。LG。然后呢，我想向你们介绍我们 LG 的新电池产品。下面我给大家看 LG 电视2020年和2021年的销售量同比和环比情况。我们看2021年的销售量同比情况，2021年4月的销售量为500万台，同比增长了 25%， 5月的销售量为500万台，同比下降了-4%。六月的销售量为700万台，同比下降了-43%。七月的销售量为1100万台，同比增长了83%。八月的销售量为1200万台，同比增长了9%。然后我们看2021年的销售量环比情况，2021年五月的销售量为500万台，环比持平。
六月的销售量为700万台，环比增长了40%。七月的销售量为1100万台，环比增长了45%。八月的销售量为1200万台，环比增长了9%。然后呢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公司四张战略的情况。你们看，这是目前我们公司四张战略的情况。去年 LG 电视、三星电视、松下电视和夏普电视的市场占有率分别为27%、28%、46%和12%。然后去年呢 ，LG 电视、三星电视、松下电视和夏普电视的市场占有率分别为32%、30%、40%和4%。目前我们公司排在全球第一位，在市场占有率为32%，超过了对手三星、松下和夏普公司的市场占有率。好的，这就是我可以给你们分享的，希望你们看了这个视频之后可以得到很多收获，可以得到帮助。谢谢你们，再见。